呢条路径咧系我平时散步嚟得比较多嘅。通常我会喺 Cordelia 和运动公园嗰度落山，半山都仲系住咗好多户人家咯。因为呢度交通比较方便，仲系离市中心非常之近嘅地方。一周围都开满咗呢啲紫色嘅花。斯洛文尼亚大部分嘅呢啲有树嘅山咧，都系可以揸车上山噶，因为山上面其实仲系有啲人住咗喺度，或者有其他嘅公共设施咁样咯。其实我哋唔系离城市好远嘅啫，山脚落边就系城市啦。咁所有适合散步嘅路线啦，通常都会有呢啲咁嘅标记咯。有时候系原点，有时候系画咗几条线咁。前面嗰一栋建筑物咧，系天文地理物理观测台 GLOWIT， 就系呢一栋楼啦。天文地理物理观测台 GLOWIT， 只猫俾我吓走咗咯。老人家好健康，好多老人家出嚟散步。呢度嘅散步路线就好多选择咯。我通常都系食完饭嚟行一行，所以咧就会选比较近嘅路线，由 Cordelia 和运动公园嗰度落去。咁通常上山落山加埋嘅时间就系一个钟头多啲咁样啦，就唔想搞到自己咁攰啦。总之坚持每日行够10000步左右啦，呢啲水其实系可以饮噶。嗱，而家望到对面就系天文台啦。呢度可以望到 Cordelia 和运动公园嘅游泳池。前面而家望到呢一座山咧，系 Smana Gora。我都会几中意去嗰度爬山嘅。喺嗰座山顶上面咧，可以望到成个 Ljubljana 咯。喺呢几嚿树头嘅位置咧，行落呢条路就会嚟到 Cordelia 和运动公园。而家可以睇到运动公园嗰个足球场啦。呢一段路系比较斜嘅咯。大概是45度角左右，要小心前进。通常慢慢行落嚟嘅时候咧，只脚仲攰啲，所以我中意跑。凡系比较斜嘅路咧，都系跑落嚟会比较好啲。Cordelia 和运动公园。城市里面踩单车是很安全的，
今日就唔去河边散步啦，就咁行翻屋企。